现在的风力呢特别的大，所以我不得不把我这个更稳的三脚架给了这台相机来拍摄视频。现在呢就先凑合用这个三脚架呢来给大家展示。当这个摄影设备更新到一个阶段呢，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了。那去年我所使用的设备当中呢，唯一更新的就是这套滤镜系统了。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呢，我一直都在不停地寻找用着更顺手的解决方案，很依赖方片滤镜这种可以方便调节覆盖的位置，那同时又特别眼馋人家圆形磁吸滤镜的这种安装特别的方便，希望我自己那套又大又笨重的100毫米系统呢可以再轻一点，让我不会有太多的顾虑，每次出门都带上它们。那去年听说卡瑟要推出这样一套磁吸方片系统的时候，我还真是挺期待的。其实呢12月份我就收到了这套卡瑟的铠甲，那直到现在才来做这个视频的分享，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真正的实际使用它，再者呢也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考验。目前呢我已经使用了有3个月了，是时候来聊一聊这套磁吸方片滤镜了，顺便呢来解答一下大家问过我的相关问题，以及我平时都是如何使用它的。咱们呢对比一下在不使用滤镜和使用滤镜之后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有小伙伴留言问我说，平时出门是带着所有的滤镜还是会提前计划进行一些筛选？答案是呢，只有轻装出行的时候我会做计划筛选设备，要么呢不带，要么就带整套的滤镜。我呀目前拍摄的是城市风光，所以每次拍摄呢我都是带着这整套滤镜出门的。因为只要您拍摄的呀是和这个自然光线有关的，那么就很难预料到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光线条件。比如说我就无法预料今天的日落将会是什么样子。天气预报啊它可以参考，但实际上呢天气瞬息万变。之前呢我就遇到过好几次因为太懒没带滤镜，结果现场抓瞎了。从那以后呢我就不再偷懒了，所以这也是我希望这整套滤镜的便携性能够更好更轻的原因。我平时把这一整套放在这儿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上边还是有很大空余空间的，所以尽管这一套它相比其他的圆形滤镜来讲已经不小了，但是它还是比我之前那套滤镜呢要小了很多。我呢目前使用的这套滤镜呢包括转接环滤镜的支架，一个 CPL 的偏振滤镜，两个 ND 减光滤镜，分别是6档和10档的，还有两个 GND 的软渐变，0.9和1.2档的，还有一个0.9的反向软渐变。下面呢就来演示一下我平时是如何使用这套滤镜的。我的这两个中画幅镜头啊它都是82毫米口径的，而这个1655呢它是77毫米的，所以滤镜套装里自带的两个转接环呢刚好可以在这3个镜头上使用。那如果我想放在70300上呢，我就再加一个转接环就行了。首先呢先把这个磁吸转接环装到镜头上。那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这个支架之前啊是需要先把 CPL 滤镜啊给装上的，因为它呢是吸在支架的内侧的。旋转支架旁边的这个小耳朵就可以调整 CPL 的角度了。这 CPL 使用方法就是一直转一直转，哎您看现在这个天空是不是一下子就比刚才突然间多了点层次，这个就是它的作用。这组样片在拍摄的时候呢都使用了日光白平衡模式，对比使用前后的效果呢可以看到 CPL 起到了一定的消除反光呢，同时天空也被轻微的压暗了，那这样整张照片啊有了增加对比度的视觉效果，细节呢也会比左侧看起来要更清晰了。在颜色上虽然看上去略有不同，是因为当改变了对比度的时候呢颜色就会产生这样的变化，这在之前后期教程当中呢也得到了证实。通过对比两张照片的建筑颜色，那证明这个滤镜啊并不存在偏色的问题，所以很值得信赖。
这套滤镜呢，之所以它的体积可以做到很小，主要就是得力于它这个 CPL 滤镜和 ND 滤镜呢，都是采用的这种圆形磁吸的形式，并且呢，它是这种嵌入式吸在支架上的。那相比传统的方片插入式滤镜来说呢，这种嵌入式的设计更为紧凑，减少了两片滤镜当中没有必要的那些缝隙，所以啊，它不会出现侧边的漏光。漏光呢，是我之前好几期内容都提到的，让我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，那在这套滤镜上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。当我在水边拍摄的时候啊，会想要让水面呢拍出一点雾化的效果，让画面呢显得更为平静，或者当天空有云的时候，想要拍出抽象的效果呢，就要选择使用 ND 减光滤镜了。那无论是六档还是十档的，其实都能够让您在白天呢拍出拉丝的效果。当然 ND 减光滤镜它的档位越高，快门速度呢就会变得越慢，水面和云的拉丝效果呢就会越明显。虽然我会同时携带六档和十档的减光滤镜，但是呢也要判断一下现在要用哪一个。通常呢光线没那么强的时候，比如说接近日落期间，我呢就会选择六档的减光滤镜，它的曝光效果呢会在2到3分钟左右。而十档的减光滤镜呢，通常是在这样白天光线比较充足的时候来使用。那如果在弱光下使用了十档的减光，它会让快门速度下降到几分钟。比如说我上次在那个小灯塔的时候，快门速度长达8分钟，快门时间越长，失败的风险呢就会越大。由于现在的这个后期软件啊，基本上都拥有渐变蒙版的功能，所以才让大家逐渐对这种 GND 渐变滤镜啊不再重视了。毕竟它呢又大又贵，反正啊，它是让大家在选择圆形还是方形的滤镜系统的时候犯了难。我呢一直坚持，如果咱们前期可以做的工作，就不要留给后期再做补救了。所以对于拍摄延时这类对前期拍摄要求更高的摄影题材呢，对偷懒的行为可以说是零容忍。那拍摄城市风光的时候啊，天空永远都是画面当中最亮的部分，特别是日落的时候，城市的建筑呢逐渐的就失去了光线了，但是天空却一直到蓝光时段都保持着高亮。那如果想要更好的平衡这两者之间的曝光呢，只能选择 GND 渐变滤镜来降低天空的曝光了，还可以增加它的细节。通过测试样片呢，可以看出卡色的这两个软渐变滤镜呢都不存在偏色的问题。1.2 档的软渐变呢，在日光下对光线的平衡呢要更强一些，很好的拉近了天空和水面的曝光，过渡呢也十分的自然。GND 渐变滤镜同样也是有档位区别的，并且它还有软硬渐变两种。我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用到硬渐变，因为城市风光当中啊很少出现光线过度非常生硬的场景，所以呢我就只使用这种软渐变，让它可以更好的在天空和建筑间呢过渡光线。在日光强烈的时候呢，使用这个 1.2 的软渐变，而 0.9 这个档位呢，它更适合于日落时候的拍摄，是在我拍摄的这个内容当中，它的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。GND 反向的渐变滤镜呢，是一个挺神奇的东西。它和 GND 呢稍微有点不一样，虽然它也是渐变滤镜，但是您看它这个顶部呢，它是没有减光效果的。那如果您喜欢直接对着太阳去拍摄日出日落，那么这个滤镜就可以起到只降低中间太阳位置的曝光，那它呢会比普通的渐变滤镜效果要更有效。滤镜系统呢，是继相机、镜头和三脚架之后，您会去考虑购买的第四个大件设备了。那无论是从提高拍摄的质量这个角度去思考，还是说让摄影变得可玩性更高，滤镜呢，都是风光摄影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那如果您对滤镜的选择有困惑，欢迎收看我制作的《风光滤镜入坑指南》的视频。目前呢，我已经使用这套滤镜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。它的特点就是安装和拆卸的速度啊，非常的快。那由于长期使用这个 CPL 和 ND 减光滤镜，我呢就一直把它们放在这个支架上，没有拿下来。下次用的时候，直接一吸就可以开始拍摄了。那虽然说明书上写着在大风天气下要小心使用，但我发现它的磁力真的巨大。很多次我都在这样的大风天拍摄，我呢还忘了锁紧它的 GND 滤镜了，也并没有发生滤镜脱落的现象。那目前我对这套滤镜啊非常的满意，之后呢我也会继续
的使用它来拍摄，更新后续的使用感受。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，我是艾迪，一个使用富士相机的旅行摄影师。如果您呢也喜欢城市风光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咱们一起玩摄影。